给为用命，为用为用，您祖辈为何上山靠鬼同天恩？哦，老娘求下苦回苦啊提心老爷王后，未用，你不过小帮他子十位，乃这五帮跪地不起，却是为何？老爷，切心色彩他子皮官，乃这五帮乞求相参，是何帮吗？乞求相参，为何泪流满面？金色彩出现心事悲凉，不如伤心落泪。不对，台里风平山乱，宫沙无数，岁月之污，心色恍惚，分明是恩怨情仇。不不不不，月用所安时事，老爷望迈多心。秋香，你说父亲是恩我，还是下官多心？老爷，秋香。哦，月勇，下官奉了地府大难之命，此刻就要赴洪沙赎罪。你将恩我尽清，下官离家之后，可不苦尽家苦？正说，老爷要往洪沙。正是，几时回来？半月之后。哦，月勇，卡是熟悉，刻薄一缕。老爷，断念他太巧，不薄。父亲，你为何不说实话？不说实话啊！哀毕，哀，老爷。只因如此这般，大夫人他将其夫人领作大大。哎，走！宋氏因果甚远，下官早所感，只是为了告，今日如此圆满。老爷，月勇，你是宋氏领作。为何不向下官诉说？老爷，七七二十狗来多丢丢，不为用为不
其中下官为你出头，你又为何相助在山？老爷，你如今回去家乡，匆匆在王者被断灭，非但一时无报，反而回家家忧。事在末下，你心怀乐观，倘若苏轼在西报孽，闹出事来如何是好？是啊，倘若白当恩子误解沙登魔道，老爷他卡不痛断瓜枪。月勇，你现在阻挡，不将苏轼架红一番，下官恼恨难消。老爷。可老爷休有气恼。
哎呀，那倒怪棋子你来了。金鳌同死鬼心，当心能静最终一回，不幸在末，送风，风向风景。
人。老太老太，老爷他姐姐王红霞可了，可了，他富贵民心，把老爷忘得一干二净。如今他这个左金，定紧紧拍死不变。大夫人，老爷唔知呀、啊，在做呢。识在老爷他把唐家宝妹嘅麒麟交我左金了。正说，老爷把嘅麒麟交我左金了。假使老爷吩咐左金，他即衰弱就将嘅麒麟嘅银子赔掉啊！哎，咋？那黄了的。南国奇葩顶样子，新大整条市顶台气象闹闷抢家客，着有声声细细生活个点滴，飞花里下演绎满江暖暖，独特个唱腔音调，细致个表演风格，彰显台语文化内容。轻小调山地区戏剧，领略传统艺术魅力，直插正道，风雅调韵。木飞他回心创意思花
二夫人，我替大夫人向你过放饮酒，是胡林友甲佮伊陪者，不怀好意，秋香休把大夫人推得太快，何况月用道理，花的是房门毁灭，我不信大孽他会把我饿了。二夫人，你个心太善良了，一小笔出去，老爷不多家当，此刻极凶人了，这就还是不可以为何？说哪里话来？断夜神清相休，月用不可，他爹将爱平添王恒。到那时，这门结海，竟然修得了这爱笔。请断念道歉，切心。
Thank you.
乱话，皆有雷耳。阳下之间，断念不应，切心是万万不加衰应的。这头杯酒，就让切心装进断念吧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贵兄，你是怕我心生大意，就当下断念。为表自身，这杯酒我就算一米。杨妹，为这一片真心，枉卖多疑为师哟。断念太切，如此神清，贵翁哪有多疑之理？秋香。快服侍大夫人坐下。遵命。师父，快服侍大夫人就坐。遵命。请大夫人就坐。杨母。断就阴险吧，大夫人，
二夫人这杯酒该饮，可他怀温度心，不能多饮。这杯酒，就有些比退饮吧。总比，你跟二夫人这酒，那是的鼻子硬滴滴，放肆。二夫人鼻子退饮不得，我家再饮，必将松流给替老爷回来。鼻子假醉不起哦，鬼用哪里不在？何恩女就只操心，短夜切心就已过凉，日色不杂搞死了。走来，把门红了，遵命，短夜。老孽敬酒，乐敢不义，妾心已说明白，实在饮不得了。不义嘛，断孽，你夫妻。
祖天仙，李凤，出家多钱来？宗明，大夫人，家多高？
欢盼顺风喜欢庆，月用做我凉我换，夫妻泡浆走正明，半晚飘小小激烈冷，直直生枪真惊生，喜事用歪嫌老样很不灵，插这生意地不停，接左右就到宿花楼。孔明，对面已是金梁门顶，只盼宿花月有明。禀老爷，夫人迎接来了。哦，下界。宋明，下去。宋明，老爷，夫人。哦。父亲之福，平安如仙。如此为妻，可喜可贺。父亲为何不见月勇不是？老爷，月勇还没他。哈？他怎的？老爷，老爷，这日出门之后。鬼用响话，不肯冷山子死。怎见？鬼用他冷山子死，真是，嗨，响话啊！哎，走，鬼用。夫人，老爷回府，万万更受考绩，你我这考考定，转进来难算这事。宗明，这家泄露真情，等在老爷里，弟子不敢。